下面一个问题，他问功德与福德有什么差别？这个前面说过了。简单的讲，功德跟福德在事上讲是相同的，用心不一样，也就是前面所说的，如果三轮体空，那就是功德；三轮不空，那就是福德。譬如你修布施，这最简单一个例子。修布施着相是福德，不着相是功德。